现在介绍这道汤为油豆腐虾丸汤。首先包装打开来，里面有油豆腐虾丸。自备调味料有盐巴两小匙、味精一小匙、香油一小匙。首先先取一锅水，把水煮滚之后放入虾丸跟油豆腐，等所有的汤料都煮熟即可调味。现在所有的汤料都已经煮熟了，我们加入调味料盐巴两小匙、味精一小匙调味，调完味淋上一小匙香油即完成。我们油豆腐虾丸汤完成。